亲爱的妈妈、爸爸，我来到学校快一个星期了，非常想念你们。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校园太大了，有3000多亩。校园很美，宛如一座公园。今天我们参观了西南联大遗址，我们学校的历史很值得骄傲。它以前是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的高校搬到昆明组成的，是当年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名人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在那8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我们学校有23个学院，2个独立学院，66个本科专业，涵盖10大学科门类，还新增了60多个博士点和硕士点，成功申报了全省第一个国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全国社科重大招标项目。转眼我已经大三了，回顾3年的学习生活，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更感受到了很多教师身上的人格魅力。这里有着一批著名的专家教授、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等，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校园里忙碌的身影，每天都可以听到他们在讲台上的精彩论述。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对学生的教导、对学校的奉献，让我终生难忘。学校开门办学，与世界近百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有很多外国学生不远万里地来到我们学校学习中国文化。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并祝贺和勉励我们。更值得高兴的是，我还入了党，在鲜活的党旗下，我立下誓言，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带着对母校的怀念、老师的期望、同学的祝福，我们即将踏上新的岗位——云南师范大学。今天，我以你为荣；明天，你为我骄傲。亲爱的妈妈、爸爸，我来到学校快一个星期了，非常想念你们。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校园太大了，有3000多亩。校园很美，宛如一座公园。今天我们参观了西南联大遗址，我们学校的历史很值得骄傲。它以前是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所著名的高校搬到昆明组成的，是当年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闻一多、朱自清等一大批名人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在那8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创造了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我们学校有23个学院、2个独立学院、66个本科专业，涵盖10大学科门类，还新增了60多个博士点和硕士点，成功申报了全省第一个国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全国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学校开门办学，与世界近百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校际交流，有很多外国学生不远万里地来到我们学校学习中国文化。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并祝贺和勉励我们。更值得高兴的是，我还入了党，在鲜活的党旗下，我立下誓言，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带着对母校的怀念、老师的期望、同学的祝福，我们即将踏上新的岗位——云南师范大学。今天，我以你为荣，明天。为我骄傲。